你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的是这个日常韩语会话的第13节课，在银行。银行韩语怎么说呢？은행就是它的汉字词啊，银行。那么在银行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单词有哪一些。第一个呢，通胀是什么呢？存折的意思啊，은행통장，银行存折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二个，만들다，做什么？은행통장을만들어요，做银行的存折。那么第三个呢，신청서，申请书啊。那么第四个呢，신분증，这个什么呢？身份证。比如说啊，这个护照怎么说呢？有棍，或者是什么呢？외국인등록증啊，신분증都叫这个身份证。那么签字怎么说呢 ？sign 啊 ，sign 是一个外来语啊。那么或者怎么说呢？서명也可以，署名或者是这个 sign 啊 ，sign 주세요 ，sign 해주세요啊，请你给我签个名，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现金卡怎么说呢？卡是 card 是一个外来语 card。那么现金呢是一个汉字词啊，현금现金，현금卡드啊，现金卡。然后呢，密码怎么说呢？비밀번호啊，我们都知道这个비밀是秘密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马来数，我们的비밀不能说的这个秘密。那么加这个号码呢，就是啊密码비밀번호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자리，비밀번호내자리입력해주세요。내자리뭐다여섯자리다섯자리，那么자리什么意思呢？表示位数的意思，位数。那么四位数呢，就是내자리。那么在韩国的银行呢，一般我们都输的是这个四位数。我们看一下这个입력하다，表示输入的意思，输入啊。这个입력呢，本来的那个汉字词是入力的意思，入力입력하다。那么呢，它要发生一个变化，这个임要变成这个 in， 这个 liok 要变成这个 nyok， 所以读起来快一点的话是 inyokada。那么我们再重新把这个单词来跟老师读一遍。第一个呢，통장，만들다，신청서，신분증，사인，현금카드，비밀번호，자리，입력하다啊，비밀번호내자리를입력해주세요。一般这么说吧，在银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对话是什么？직원是什么呢？은행직원啊，은행직원，회사직원是职员的意思。那么说这个王丽呢去银行了，他跟这个职员两个人间的一些对话，我们来看一下啊。직원어서오세요뭘 도와드릴까요？뭘 도와드릴까요？那么这个도와다，도와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돕다，돕다是帮助的意思。那么这个돕다这个읍也是个不规则的，所以要变成这个 오 了啊。这个우呢，비어要变成这个 오， 所以呢도와주세요啊，도와줘요，도와드려요，所以도와드릴까요？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那么王丽怎么说呢？이은행통장을만들고싶어요，이은행통장을만들고싶어요，我想做这个银行的存折。그러면什么呢？那么신청서를써주셔야해요，신청서是申请书啊，要填写这个单子。신청서를써주셔야해요，해야什么意思呢？表示应该해야돼요，해야해요表示得的意思啊。신청서를써주셔야해요，这个쓰다呢有很多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了这个마시쓰다啊，这个써表示什么呢？苦的意思，那是形容词的。可是在这里呢，它是个动词，表示这个写的意思，写，对吧？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用呢也可以是쓰다。比如说돈을 쓰다，那么写呢？글자를쓰다，신청서를쓰다。那么这个어呢是一个不规则的，加어的时候要变成这个써啊，써주세요。所以呢，신분증을 주시겠어요？请你给我出示一下身份证。那么王丽怎么说呢？신청서를다썼어요，신청서를다썼어요。这个다
表示这个都完成了，那么后面加这个过去式呢，表示都完成的意思啊。모두다。那么提问怎么说呢？여기에사인한번해주세요。여기에在这儿사인한번해주세요，请你给我签一下名。那么呢，현금카드는통장보다더편리하니까현금카드도만드세요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현금카드是现金卡，현금카드는怎么样呢？통장보다，보다，那么以前我们学的这个보다是看的意思，但这里呢不是看，是比的意思啊，比。那么呢，啊，现金卡呢比存折更怎么样呢？더是更的意思，啊，편리하다。편리하다是便利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要发生一个这个流音的同化现象。那么这里有这个리儿，这里有니은，所以要变成什么呢？편리啊，편리하니까，那么方便。这个니까呢表示元音的，所以呢，현금카드도만드세요。那么你请你做一张现金卡吧。那么这个만들다，만들다，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是有这个리얼的，可是呢，它在这个 CEO 的前面呢，这个리얼是탈라，不要它啊，不要这个리얼，所以呢，만드세요啊，怎么说？所以呢，王丽怎么说呢？네，현금카드도같이만들고싶어요。那么我也想做一个现金卡。那么직원怎么说呢？그럼여기비밀번호내자리를입력해주세요。那么呢，请你在这里呢输入一下这个密码就可以了啊。那么呢，여기비밀번호내자리를입력해주세요啊，这是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再来读一遍今天的这个对话。어서오세요어서오세요뭘도와드릴까요뭘도와드릴까요이은혜통장을만들고싶어요이은혜통장을만들고싶어요그러면신청서를써주셔야해요그러면신청서를써주셔야해요신분증을주시겠어요신분증을주시겠어요신청서를다썼어요신청서를다썼어요여기에사인한번해주세요여기에사인한번해주세요현금카드는통장보다더편리하니까현금카드도만드세요현금카드는통장보다더편리하니까현금카드도만들세요만드세요네현금카드도같이만들고싶어요그럼여기비밀번호내자리를입력해주세요아这是我们今天的对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발음发音今天我讲的是这个리얼탈라啊탈라什么意思脱落的意思那么要把这个韵尾的这个리얼脱落掉我们看一下啊리얼로끝나는어간은니은비업시옷을만나면리얼시없어진다那么它탈라这个脱落的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以这个시옷为韵尾的一些单词呢在遇到后面有这个니은비업시옷的时候呢才脱落掉别的情况是不需要脱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啊리얼加上这个东西呢就直接变成这个东西了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单词呢살다살다是什么呢서울에서살아요부산에서살아요살다表示生活的意思居住那么加这个아요的时候呢啊那么我们看아요呢不是这里面的吧它是一个母音开始的所以呢直接是살아요살아요可是呢它跟这个비업连接起来的时候变成什么呢삽니다삽니다啊那么它跟这个시옥开始的单词结合起来变成什么呢사세요사세요啊아버님은서울에서사세요这么说啊我们看第二个알다알다知道的意思那么呢它加아요알아요알아요加这个읍的时候呢啊압니다압니다那么加这个세요的时候变成这个아세요아세요啊제이름은아세요怎么说아세요那么这个멀다什么的远的意思那么呢加어요的时候变成멀어요加这个비읍니다的时候变成못미다못미다加上这个你摁的时候呢啊修饰它的时候变成什么呢문고啊문고远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만들다今天的单词那么加
아으 的时候变成什么呢？만들어요，만들어요，对吧？만들어요，是不发生变化的。那么加这个，加这个嗯咪哒是变成什么呢？만듭니다，만듭니다。那么加这个니은的时候变什么呢？만든啊，만든。比如说，만든옷。만든빵啊，这么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리얼탈락啊，这个리얼的不规则的现象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문법啊，语法表示都完成了，怎么说呢？다했어요，다后面加这个过去式表示都完成的意思啊。比如说다했어요，다했어요，都做完了。那么这个말했어요是说了，다말했어요，다말했어요，我都说了。他만들었어요，만들었어요。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所以呢，直接加这个어서요，不用变化，理由不用脱落的。他만들었어요，都做好了。那么这个呢，他왔어요，他왔어요，都来了啊，或者是我将要快到了，这样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说呢？都学习完了怎么说呢？공부다했어요，공부다했어요，我都已经学完了，这样这个意思啊。看一下，都整理完了，整理다했어요，或者呢，다整理했어요，他整理했어요也可以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一个语法了，表示完成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语法是什么呢？表示比较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这个也是经常说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听啊。那么呢，보다或者보다는怎么样？那么呢是相当于汉语的比或者呢与什么什么相比这样的意思。来看一下，긴머리보다，긴머리보다는，那么比起这个긴머리啊，길다。길다呢也是一样，它길다是这个니은开以韵尾的，所以呢要加这个니은去掉加니은，所以呢긴머리啊长头发，比起长头发来呢，커트머리는커트是这个剪，是一个外来词啊，커트머리를하는게좀나을것같아요，什么意思呢？比起这个长头发，那么这个短头发呢，剪短头发呢更好一些吧。那么这里的这个尊哪儿个个他要哪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是这个哪大，那么上节课还有以前我们学过了这个哪大的这个西역是不规则的，所以呢它要加这个的时候呢啊，加这个的时候呢要去掉这个西역，所以呢哪儿个个他要啊西儿他懒这个意思。我们看这个第二个。오늘날씨는어제보다따뜻해요啊，那么今天的天气呢怎么样？어제보다比起昨天来更暖和啊。那么오늘날씨는어제보다따뜻해요。我们再看第三个，이문장은보기보다어렵지않습니다啊。이문장은这个文章呢，보기보다，那么比起看的，那么보다是看，那么加기呢？表示这个名词化了，比看的这个东西呢怎么样呢？不难，어렵지않습니다啊，不难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话怎么说？今年夏天比去年夏天热，那么今年比去年的热，对吧？那怎么说呢？今年怎么说呢？올해，올해，或者呢这个금년也可以啊。今年，夏天怎么说呢？여름。올해여름은怎么样？去年怎么说？작년，对吧？작년，但是读起来的时候怎么说呢？작년보다，比起去年，比起这个去年热，덥다，덥다加어요的时候变成什么呢？더워요，对吧？올해여름은작년보단더워요，是더웠어요也可以。那么这就是今天学习的这个普达，非常非常的重要，表示比较的啊，经常说到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在银行里面可以做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来学一下关于银行的一些基本的用语。啊，这个是什么呢？他在数什么呢？数这个 dollar，dollar，这是美元。那么呢，他想去换钱，换钱韩语怎么说呢？是一个外来词，叫做환전，환전하다，환전하다啊，换钱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很多的卡的，은행卡的。信用卡的，或者呢什么啊，현금卡的都是卡的，对吧？所以呢，信用卡的를만들다，信用卡的를만들다啊，做这个信用卡。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啊，在这个小猪里面放硬币，表示什么呢？存钱。存钱怎么说呢？草根马达，草根马达啊，这个储蓄的意思，草根马达。那么呢，입금马达啊，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呢？현금인출기啊，这个现金的取款机叫현금인출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这个입금하다啊，입금是入金的意思，入金。什么是入金呢？就是往里面存钱的意思啊。那么呢，출금하다，출금하다是출금是出钱、出金的什么意思？取钱啊，取钱是출금하다。那么송금하다，송금。送金，送金什么呢？转账的意思啊，去给别人汇款叫송금마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卡和哪的句子是怎么说的呢？卡说은행에서뭐할수있어요？은행에서啊，这个是卡，뭐할수있어요？在银行可以做什么呢？那么哪说은행에서통장을만들수있습니다啊？은행에서통장을만들수있어요？在银行可以做存折。那么还可以做什么呢？은행에서환전할수있어요。은행에서환전할수있어요。은행에서신용카드를만들수있어요。은행에서신용카드를만들수있어요。还有呢，은행에서저금할수있어요。은행에서저금할수있어요。은행에서입금할수있어요。啊，那么这个저금和这个입금有什么区别呢？저금是这个储蓄啊，长期的储蓄。那么입금呢，就是往这个卡里面打钱这个意思啊，两个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还可以做什么呢？은행에서출금할수있어요。은행에서출금할수있어요。돈을찾을수있어요，是取钱的意思。最后一个呢，은행에서송금할수있어요。송금할수있어요，可以给别人汇钱这样的意思。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这个就结束了。最后再跟老师读一遍今天的课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内容啊。提问怎么说呢？어서오세요，뭘도와드릴까요？이은행통장을만들고싶어요。그러면신청서를써주셔야해요。신분증을주시겠어요？신청서를다썼어요。여기에사인한번해주세요。현금카드는통장보다더편리하니까현금카드도만드세요。네，현금카드도같이만들고싶어요。그럼여기비밀번호네자리를입력해주세요。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第13课은행에서就学到这里啦。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有很大的收获。여러분수고하셨어요。